我就是好的牧者，好的牧者为着羊放舍性命。做请工的不是做牧者，羊也不是伊家己的羊，看见豺狼来，放舍羊就逃走，豺狼把伊赶散伊。这是因为因做请工无关心羊，我是好牧者，我把遐的属我的。小我的也拜我，亲像父拜我，我拜父亲。我为着羊放出性命，我也有份。不是属这条的，我的确就带因来。因也要听我的声，我要吃做一份归一个食，就因落较好因。十五章对。正常用的甲海人伫就问耶稣来听，法利赛人甲经学师闹闹念讲，这个人接了海人，煞甲因接耶稣说这个比喻对伊讲，恁中间什么人有一百只，又失了一只，也无请放99只，伫山里去找所失落的，到得着吗？已经找到，就欢喜陪伊伫殿头顶到厝，就组织伊的朋友厝边甲伊讲，要甲我欢喜，因为所失落的羊我已经找到。我甲你讲，派人中有一人反悔，就伫天里也袂安尼为着伊欢喜。比为着99的敌人，毋免反悔，搁较欢喜。愿上帝赐予下等伊的人，愿永远甲无论，为着伊的性命。